OK，Lady and Gentlemen，Morning、yeah.。我们今天早上5:30就醒来，然后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要出来爬山。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刚刚就已经吃完早餐，现在已经是8:03。是的，是的。可是现在的天气呢，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很矛盾，因为它又有太阳，可是又下着雨。是的，是的。然后又有彩虹，是这样。是的，是的。有太阳，有彩虹，有雨的天气，所以是怎样呢？大自然、哦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爬山的目的地，可是我们现在不懂要不要下车，因为下雨嘛。然后这个雨又是刚下暴哦，然后它又不是下很大，就是毛毛雨这样。然后我们就担心等下那个山路会不会滑、啊，会不会让我们很难爬山这样子。所以，可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场内，还是有很多人刚刚 parking， 刚刚走下车，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爬山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天气预报，等一下9:00就不会有雨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现在是8:04。OK， 你们看到还有人站在那边。你讲要带他们去，昨天我们去那个山那公园。是啊是啊。昨天我们去，哦，不要啦，那个在很远。不顺路。不顺路。我们等一下我们再看能不能爬山。我希望是能爬山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来爬山嘛。Hey， 在你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想借用你们1分钟的时间来和你们分享一款 apps 叫做 Surfshark VPN。相信大多数观众应该都知道 VPN 是什么，对吧？主要就是能够让我们在马来西亚地区轻松浏览一些国外受限制流的媒体服务。而 Surfshark VPN 它就是一款能够解锁这些电影网站的 APP， 比如 Netflix， 而且可以解锁15个国家的 Netflix 资源库，超爽！而且这款 APP 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意思就是当你订阅了过后，你用着用着，你觉得这个 APP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体验的话，你可以在30天内选择全数退款。再来，最后我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当你们想要签购的时候呢，你们输入我的这个优惠码 Ivan Lee， 你们就可以享有高达83%的折扣，直接成为市场上最漂亮的价格，而且还额外享有3个月的免费试用。这样爽的福利，赶快趁他们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去下载吧。各位，雨天阻止不到我们爬山的热忱，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我们要下车爬山。我们现在呢就在上这山，可是这个山路还蛮滑的，看到这地上是湿湿这样的嘛。然后我的这个鞋呢又不是爬山鞋。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湖，这湖看起来是有点肮脏，可是它又蛮有那种感觉，好像会有鳄鱼出现这样。每次我们看那种鳄鱼戏啊，都是在这样的场景，加一个小小的 speedboat 啊，然后会遇到鳄鱼。电影里面就是这样。这个湖真的有鳄鱼了，不要玩了，因为它是连接外面的那个大湖了。哇，真的是有鳄鱼。这样我们来到了鳄鱼湖啊，各位，有 content 了。哇，现在我们走向一条很有感觉的山路，窄窄这样子。很有探险的 feel 啊，会不会有老虎出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这个山路真的是很有感觉，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要继续录啊，因为我一只手拿相机哦，我怕我保持不到平衡，等一下有什么很特别的场景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我再拍给你们看。 OK， 哇，这条路是真的很有 feel 哎，很有 feel 啊这条路。然后那个湖盖，我给你们看，那个鳄鱼湖在旁边。哦，真的是很有探险的 view。OK， 各位，我眼前是一个很大的斜坡。哇，斜哦。OK， 现在我要关相机，爬这个山。OK， 各位，你们看我现在满身大汗，你就知道我们已经走了一段路啊。我们应该走了30-40分钟左右。然后前面有一道很美的景色，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呼吸，那个阳光照上来，然后那个光线你们看到吗？那一道光，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OK， 这个山其实还蛮斜一下，你看我前面又有一个很斜的山路。OK， 我先爬上去，等一下有更美的景色，我再给你们分享。OK。各位，一山还有一山高，一波还有一波斜。Oh no！
糕，鸡蛋糕。OK， 各位，我们山顶见。OK， 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我们这一次爬山呢，我们不是爬山，我们不是看山顶的风景，我们是来看湖。这一个叫 Mirror Lake。Yes。果然就是有镜面的反射的感觉，所以叫 Mirror Lake。然后终于喝到水，哎，不可以，这个不是业配，终于喝到水，终于喝到水了，哇，很爽啊！可以帮我拍一张吗？没有，业配的要的话找他。剩现在几点了？10:30。10:30，我们8:30开始，然后我们到达终点是2个小时，等一下我们原路回去还要再2个小时，所以这一座山来回是4个小时。哎，有鱼，看到吗？各位，那个有人撞我们，我们刚发生车祸，后面有两车在我们家了的，他们要撞我们，他现在我的车后面扁去了。哎，不撞啊，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停旁边先。啊，哎，不是头。红去了，这个我的头也是撞到一点点，不知道，现在很痛啊。眼睛哦，眼睛。OK OK，, okay 我们先看先，我们先看先 ，OK。OK OK。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这些都我们看到，跟你讲一声吧。马来人taxi他后面扁去了，我再去看一下。OK， 我跟你讲。他撞我。你的车很硬哦。他的车很硬。可是这辆车已经是扁进去一半了。各位，我现在眼睛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事情啊，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明天会黑青，会很痛啊，因为他刚才后面撞我们是那个冲劲是很大，然后 Terry 现在的头很痛，然后我刚才在按着手机，他撞一下我整个手机飞向我眼睛，所以我现在这边其实是蛮痛的啦，这边的骨头，所以可能等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去 clinic check 一 check 看有没有内伤，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先去 clinic 报案。因为他要去警察局报案，然后也没有要私底下解决，所以就比较麻烦哦，去警察局报案。OK OK， 你哎你我 OK， 我叫 Ivan 先给你，因为我的 WhatsApp 那边打。好，我打完了，去去做一个 report， 然后干哪股可不读三次吗？OK， 现在我们两个人在 cleaning 这一边，我们等待检验，看看有没有内伤，因为皮外伤是没有啦，也没有流血，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这样痛。对，因为刚才撞的那一下，我手机整个是插进去我眼睛，然后我相信我刚才录的时候，我眼睛是红的，有没有？这个眼睛是白眼球是完全红掉了，然后很痛啊，在那一刻，然后现在也是有一点。麻麻通通这样啊，这个骨头的部分，眼睛上面的骨这个部分，所以在等待医生的检验，等下看看会不会有内伤，希望是没有事啊。然后他该是直接头撞向那个 stair， 他那个，我们两个一撞的时候，我们两个看来看去哦，现在有一点比较回过神了，我可以跟你们跟你们解释一下该发生什么情况，痛啊痛啊。现在我们要照 X-ray， 等一下到我照 X-ray，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我们两个人一起车祸，然后来照 X-ray。